宝贝宝贝啊，咱们把小鸡放出来，让它吃点食好不好？让它来捉虫子，来把它给创出来，它好饿了，它有点是不是？拧得开吗？妈妈来帮你吗？来，我来帮你。打开，出来吧！哇，它真的出来了。它刚找到一个东西。对呢，刚出来它就找到一个东西了，你看。你想吃什么呀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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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想飞呢，飞的像个红麻月啊，它想展翅飞。我们拿过来放在那个草地里，放那个草地里，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，哎，放在这个位置，上放在草地，让它吃吃草，它喜欢吃叶儿，你看，它老开心了，你看它一个劲儿的吃，一直就吃，没事，让它自己吃就行。他肯定在想，我终于出来了，我可不想被憋在那个笼子里了，都快憋死我了，是不是？那里有小空孔，哪能憋上呢？那他也想出来呀，就像你也想出来透透风，你看他多开心呀，你看他吃的，哎呀天哪，他吃的太开心了吧，你看一个劲儿的多多多多多，你看好开心呀，开不开心呀，开不开心呀？啊，他说开心呀，啊，开心下去吃去吧，嗯，吃吧。